做。好，你要我做哪里？啊？坐哪里？这里。OK。这里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。我先桌上很棒，等等啊，帮我处理一下。OK。背罗素，没东西，好，等一下背罗素，没东西，你要学的话很快，就这么一招，按住了。后面那只手呢？能量不一样，只是一样。才加一分钟，才加十年功能。饭店的董事长，你是台湾省那个旅游工会的理事长，现在单身，想要单身的脸红，因为我姓黄。
男性红这个可以举了，举得上。老师这边可以再加强吗？再加强。这边就是比较紧，就这个动作，就这个动作按比较不过来。那个是要下面就帮杨总过来。啊对对对，都是大家都三十，哦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不是说我获益了，就不跟别人分享，那意思。啊，我有这个能量，哎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告诉别人一起分享。看能不能举高啊？比较不那么吃力，对吧？我今天一直吃小绵羊，你还要再加强一下？那还有其他地方吗？这一种也是差不多肌肉的那个。一样啊，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问题，是不能举起来。这一种比较好一点，哦，但是还是会酸。这样，就是肩膀，肩头。还是会叫了，比较叫叫很正常，让他去叫。哈哈哈哈哈。叫那还有一个后颈椎这边，这样抬不起来。好。这里。对，颈椎。抬不起来。就这样，那抬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舒服，会酸。啊，这里酸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边下不会。有尖吗？有。小倩呢？小倩一直按摩。松了，有，可不可以再加强一点点？哈哈哈哈哈！要更好，要100%是吧？我已经给动下去了。收了，再降下来一下。谢谢张老师，谢谢，下一个再过来。